他总是无怨无悔，任劳任怨的每站都停。我看见了他洒尽的服务，温暖的体贴和宽容的接纳。第三，每当快车要和他会车的时候，他总是老远就接到讯息，而且老远就等着。当快车迅速地飞驰而过，一声谢谢也没说的时候，他才开始不疾不徐地慢慢地继续他未完成的旅途。我看见了他善于等待的个性，付出不求回报的特质，懂得礼让和谦卑的态度。列车总是带着服务的精神，载着不同的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到达目的地。我愿意是那班列车。今天是上主安排的一天，让我这无用的人成为他还堪使用的工具。今天是修道旅程的另一个起站，也是服务的再延续。圣保禄宗徒说，这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这目标或已经成为成全的人，我只顾向前跑，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，因为耶稣基督已夺得了我。谢谢一路走来陪伴我鼓励我的堂区、神长、修女、修士、修身、青年朋友以及弟兄姐妹们，因为有你们陪我认车、陪我等车、陪我坐车、陪我开车，今天我才能够站在这里。谢谢大家来参与我的敬陀大典，我同时也谢谢今天不客前来此时此刻为我祈祷的弟兄姐妹们，谢谢大家。
在你心